没想到文武双全的程大侦探也有不会做的事情。我来吧，我来。你这个水啊，加太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熬这种中药，水呢只要放1/4，这样子啊，开着小火慢慢的熬。中药是要文火慢熬，效果才会好的。文火慢熬，这才是熬中药最好的方法。知不知道？喂，记住没？好喝。啊？不是，我问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，这样你才知道怎么熬。你跟我说好喝，